9月17日，女子团体 SFX 亮相舒展微写真集进行宣传，拥有傲人双峰的邹丽莹率领一众姐妹发挥人海战术，推销他们的夏日海滩比基尼写真。不过尺度就尚属保守。谈到另外一对女子写真 AD2 的写真，邹丽莹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样子，因为他们的写真就是入不到推荐，所以他们就会在天桥那边做宣传。可是这样子都还蛮多人围观的，你觉得说这我们这里比较多人吧？我刚才看到他们的时候，我看不到很多人了，只有几个人吧。AD2 宣传购机继上回的漏运事件当日又大胆互吻抓胸，而透过新闻认识 AD2 的 FFX 就觉得他们实在是太暴露。因为其实是我们写真你们的作型，所以呢我们可以譬如说就是穿比基尼去跟 fans 见面，譬如说之前就在旺角跟 fans 见面，我们都是穿比基尼的，但是就没有他们 AD2 那么暴露对。当被问到销量这个敏感的话题时，还算保守的 FFX 就不再那么矜持，直言卖到3000本就要裸泳庆祝，令现场所有人都十分期待。